各位线上的嘉宾，我们实在是在网络教育学院推出女德的课程，今天是推出下集。新三从新四德上一集已经说过了，那有人就会问，那旧三从跟旧四德是什么呢？旧三从啊，就是女人还没出嫁的时候是从父亲，女人出嫁的时候是从先生，女人的丈夫过世了以后是从儿子，好，这是三从。四德呢，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就妇的德。那这个德啊，你可以解释成品德，也可以解释成能力。这能力里面包括很多，就是居家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在企业啊做事的能力。那有的女人的能力很强，不只是在家庭上啊，能够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在事业上也很成功，在政坛上啊，也都能够崭露头角。所以新时代的女性啊，跟古代真的是不一样了。但是新时代的女性啊，也有她的困扰。有人形容新时代的女性啊，是一个三明治的女性，夹在着现实跟理想的中间，夹在的老板跟部署的中间，夹带的是一个家庭跟工作的中间。那他们对自己的满意度啊，也只不过是62%，是低的满意度。可见现在的女人啊，也有很多的郁闷。那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发挥女人的特质？女人有什么特质呢？她们的温柔，或者她们的耐心，或者她们细腻的沟通的能力，或者是他们的同理心啊，这种特色啊，都比一般的男人还要强，并且在这工作上啊，也能够这个带给工作一个很柔性的那一面。当然，在工作职场上啊，有时候难免有这个性别的歧视，就是重男轻女，或者在家庭上啊，扮演母亲的角色啊，那个。内涵啊是很多的哈，那角色啊是很沉重的，那而且呢很多事情呢、他们必须要这个要有负责的这个独立思考、独立负责，还有独立完成，所以在这新时代的女性啊，她们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如何在这新时代当中啊，这个找回女人的价值，在时代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集啊，林蔚芳老师啊，将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跟内涵，欢迎大家收看，谢谢大家。再者，我们来说三从，这个三从叫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那这样的一个内涵，是不是也还适用于现代呢？其实是的。我们来看它的内涵。首先呢，从父。就是说，一个女子她自小就要从父母的教养，那这个父母的教养其实就要培养这个女子呢成为一个贤才，是要培养她为成为人才，因为是要嫁到别人家去的。《诗经》里边啊有一章叫做《桃夭》，叫“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乃至于宜其家室，宜其世家。也就是说，我生了一个女儿。我好好的才成她，教她，栽培她，是要嫁到别人家去，要忘别人的家，要忘别人的夫，要忘别人的子。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子，他就必须要将妇人的四德从小就栽培。那来自于我们说从夫，那有一句话叫夫唱妇随，那这是夫妻和谐之道。我们说一个小故事，在英国，柴切尔夫人她是一个首相。那有一次啊，她回家忘记带钥匙了，于是她就按了电铃，然后她就敲敲门说：“我是英国宰相，我是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等了半天，那门就没有开，于是她就纳闷。后来她想一想，再按了电铃，就说。我是您的妻子玛格丽特回来了，于是呢，那个门马上打开了，柴契尔先生呢就欢迎他回家。这个故事就是说到，即便柴契尔夫人她是一国的首相，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他就是别人的妻子。那这个就是夫唱妇随，夫妻相处之道和和谐之道。那再者呢，从子，就是我一个女子呢，她要好好的教养她自己的孩子，要教养这个孩子是一个教忠教孝，是一个成德成才的。那以后呢，他也是一个孝子，他就能够侍奉父母，所以这就是老了要从子。那我们再从相夫之道来说说，那夫妻相，这个相处之道呢，可以从夫妻还有夫妇这样的一个名词来知道它的一个意涵。我们说夫妻，夫妻这个妻者齐也，就是整齐的意思。有一句话叫做举案齐眉，它讲的就是夫妇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相敬如宾的一个相处之道。那到底要什么整齐呢？其实要整齐的就是夫妇之间的见解，乃至于他们要心意要整齐，也就是要孝顺这个父母，孝顺公婆，这样的一个心意要整齐，乃至于对教子这样的一个心意要整齐，乃至于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一对夫妇。所以这就讲到了夫妻和谐相处必须心意要齐。那心意齐的时候，他一家都能够来修身。所以这是妻者齐也。再者，夫妇，妇者福也，福就是扶持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娶妻就是娶一个贤内助，他要来扶持你，那在人生里边是一个好伴侣，那能够使一个先生呢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说明到这个女子要帮他办内政，让家里可以和谐，可以整齐，让这个夫君呢无后顾之忧，这就是扶持的意涵。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夫义妇从，也就是五伦十义里边讲到夫妇相处之道叫做夫义妇从，或者说到夫义妇听，就是说一个做妇人的他要随从他的先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夫唱夫随这个一分。可是呢，他里边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义，就是要合乎道义。所以一个女子呢，她其实就要扶持她的先生是合于道义的。以上呢是相夫教子之道。再者，我们要说从子，又就是要培养孩子成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影片。Just give me one second. Thank sure. you. Sorry. Uh-huh. Hey. Hi. 2 minutes. Thank you. Hi, good afternoon. Sorry about hey, that. Hey, Oi. Hi, nice Hi.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as well. Have you ever done one of these interviews over the camera before? No. Well,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e job to get started with. It's not just a job. It's sort of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job.The title that we have going right now is Director of Operations, but it's really kind of so much more than that. Responsibilities and requirements are really quite extensive. First category for the requirements would be mobility. This job requires that you must be able to work standing up most or really all of the time, constantly on your feet, constantly bending over, constantly exerting yourself, a high level of stamina. Okay.That's a lot. For how many hours? 135 hours to unlimited hours a week. It's basically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m sure you'll have a chance from time to time to maybe just sit down here and there, yeah? You mean like a break? Yeah. No, there are no breaks available. Is that even legal? Oh, yeah, of course, yeah. Okay, yeah. So like no lunch? You can have lunch, but only when the associate is done eating their lunch.
I think that's a little intense. No, not possible. That's crazy. Now, this position requires excellent negot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 might have a degree in medicine, in finance, and the culinary arts. You must be able to wear several hats. Associate needs constant attention. Sometimes they have to stay up with an associate throughout the night. Being able to work in a chaotic environment, if you had a life, we'd ask you to sort of give that life up. No vacations. In fact,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s, and holidays, the workload is gonna go up, and we demand that. With a happy disposition. That's almost cruel. That's almost a very, very sick, twisted joke. But when there's time to sleep or... Oh, no time to sleep. Yeah, all encompassing almost. That's exactly right. 365 days a year? Yes. No, that's inhumane. That's very insane. The meaningful connections that you make and the feeling that you get from really helping your associate are immeasurable. Also, let's cover the salary. The position is going to pay absolutely nothing. Excuse me? No. Nobody's doing that for free. Yeah, pro bono. Completely for free. No! What if I told you there's someone that actually currently holds this position right now? Billions of people, actually. Who? Moms. Yeah. Yeah. Moms. That's awesome. Oh! And they meet every requirement, oh, don't wow. they? Oh my God. Moms are the best! Yeah, there's no pay. They're 24 hours, they're always there. Now I'm thinking about my mom. Yeah, and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her? I'm thinking about all those nights and everyth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you do. I know it doesn't seem like I appreciate all of it, but I definitely do. So, Mom,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I love you very much. You've been ther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My mom is just awesome. She's awesome. 相信在座都同意这个影片。它说明了这个三头六臂的妈妈。随传随到的妈妈，无一刻松懈的妈妈，无条件奉献的妈妈。其实墨学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得力于我的母亲从小给我非常严格的教导。一个妈妈，她其实就是人类最亲密的第一个老师。就像我们早上说到的胎教，从胎教的时候，从孩子秉殖之初，就像胎刃一样，它可以眼不见二色，耳不听二声，身不行二事，整个是一个 端正自己的，这样来成就他的孩子。乃至于孩子出来的时候，早上江老师也说到，是以身教为主。对的，在家庭里边，妈妈就是以身教来培养自己的孩子，那带着洒扫应对进退，他是很严谨的来 教导这个孩子，乃至于呢帮他找好的老师。在经学里边的好老师能够让他继续学习。所以从这个母亲他的胎教，他的身教，孩子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一个基础，那乃至于能够帮他找老师，成就他一生的这种德性学问。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女人优秀可以优秀一个家庭，乃至于优秀三代人，乃至于优秀一个民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提升我们女性她的这个素质的话，其实就可以 提升我们的民族素质，因为母亲她就是占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所有教育就是以母教为先，它是家庭教育的根本，而家庭教育呢又是学校教育的根本。
让他可以找好的老师，乃至于到了社会，他是社会教育的一个根本。所以整个的教育的根本都要回归于母教，所以这个妈妈是那么的重要。那以上呢，我们就是说了古时候的三从，乃至于到现在的三从，还有古时候的四德，其实它的内容一样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四德。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综合说一说，这女德既然那么重要，那如果我们这个女德她能够养成的时候，她会长得什么样子呢？她会有什么样形象特质呢？其实这个女德啊，就是一个人心的一个成就。她呢，在家中她可以变成一个栋梁支柱，她可以照顾长上，也就是照顾老小，在食衣住行各方面。而且这个女性呢，她可以顾全大局，她是一个明理的，是一个士大体的，是一个肯自我牺牲的，可以无私奉献的，凡事都是以人为尊的。那乃至于她能够耐烦耐劳耐怨，而且勤恳朴实，能吃苦，那有包容力，而且性情非常的调柔，她有观察力，有洞察力，有悟性，能够很敏捷，善于倾听。那她内心呢，是一个非常调柔的，是一个非常细腻细致的。那所以呢，她就是有责任心，有承担力，乃至于她有行动力、实践力、创造力、坚韧力。那她是一个能够协调沟通的一个人，她的内心沉稳而壮大。那表现在 外表呢，她一定是一个谦和有礼，而且是一个端庄娴熟，乃至于是一个真诚开朗热情温暖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女人，她拥有这个知性理性感性之美呢，全部都具足在这个女德里边。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呢，她能够女德就好像一个磁石，她能够吸引所有的美德在她身上，就是女德落磁，就好像这个磁铁一样吸纳了所有的美德。那女德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来成就她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影片。Hi, Erin. Hi. Okay, so I'm going to just give you some actions to do. And just do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run like a girl. My hair. Oh, my God.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fight like a girl. Now throw like a girl. Aww. My name is Dakota and I'm 10 years old. 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run like a girl. Throw like a girl.Fight like a girl.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when I say run like a girl? It means run fast as you can. So do you think you just insulted your sister? No. I mean, yeah, insulted girls, but not my sister. Is like a girl a good thing?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it really, if it's a bad thing or a good thing. It sounds like a bad thing. It sounds like you're trying to humiliate someone.So when they're in that vulnerable time between 10 and 12, how do you think it affects them when somebody uses like a girl as an insult? I think it definitely drops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really puts them down, because during that time they're already trying to figure themselves out. And when somebody says you hit like a girl, it's like, well, what does that mean? Because they think they're a strong person. It's kind of like telling them that they're weak and they're not as good as them.
And what advice do you have to young girls who are told they run like a girl, kick like a girl, hit like a girl, swing like a girl? Keep doing it, because it's working. If somebody else says that running like a girl, or kicking like a girl, or shooting like a girl is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n't be doing, that's their problem. Because if you're still scoring, and you're still getting to the ball on time, and you're still being first, you're doing it righ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ay. I mean, yes, I kick like a girl, and I swim like a girl, and I walk like a girl, and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ike a girl, because I am a girl. And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be ashamed of. So I'm going to do it anyway. That's what they should do. If I asked you to run like a girl now, would you do it differently? I would run like myself. Would you like a chance to redo it? Yeah. Why can't run like a girl also mean win the race?其实借着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就是古时候这个士德它是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边，是由一个家里头的一个传承，一代传一代，由贤母再教贤女，贤女长成了，嫁到别人家成为贤母，又再教下一代，它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呢，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其实面临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那请问可不可以成就这个女德呢？其实可以的，因为我们现代的女性呢，她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例如她受了高等教育。其实整个的社会变化就是从女子受高等教育开始，她起了实质的变化。女子呢，她更有能力，她更有这个知识，可以走入社会。那他开始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呢，有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这个勇气。那他开始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个藩篱。所以我们现在讲女德，不是要走回古代的那个女德，而是在我们这个现时代里边，怎么样找到女德她的一个 女子的一个定位，然后在这个定位上再去赋予她女德的一个内涵。所以呢，他已经是突破了社会的框架，那有更多多元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在职场的发挥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有一句话叫做“巾帼不让须眉”哦，已经是现在的这个现象了。那我们来说，既然他拥有那么多的特质，他要来实践女德，是不是那么容易呢？其实啊，有一句话叫做兼顾一切。我们常常想说，好，我选择我是做一个职业妇女，我还要兼顾我的家庭，我还要去孝顺我的公婆，我还要善教我的子女，我要兼顾一切。请问这个兼顾一切做得到吗？所以我们往往站在一个家庭还有自我实践的这个天平里头，请问孰重孰轻？在面临这样的两难的时候，这就是女性常常要面临的一个抉择，她的两难。我到底要放下工作走回家庭呢，还是我不能够舍弃我的工作，我还是能够完成家庭呢？在这个天平里边，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付出跟幸福感它是成正比的。我们从前面三重四德来探讨女性她的一个真正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内涵的时候，她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来付出，而她付出的同时就是她幸福感得到的同时，当她牺牲的同时就是在成就的同时，所以她是一体两面的。所以这个自我跟家庭要怎么平衡呢？当我们能够充实自我，能够来让很多的来读圣贤书，自我充实，让我们的能力越充足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回到家庭里头，
能够成就的就是家庭，我们能够恪尽妇道，能够善教子女，能够孝顺公婆，能够和谐家邦，圆满这个家庭。所以在取舍之间，你有选择权，但是这个选择权应该是跟家人协调沟通以后的选择权，然后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选择权。但是在这个选择里边，你千万千万不能够放弃你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媳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还是要回到自我的一个充实。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能量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完成那么艰巨的任务。毕竟我们的时间有限，生命精力都很有限，我们的人生重点要放对位置，而不是说追求自我的 享乐，把家庭放到一边去，但是也不是说把自我舍弃了走回家庭。因为当一个不懂得自我充实的一个女子，她走回家庭，她并不会健全这个家庭。所以关键还是在德的一个充实，德性的一个充实。唯有德性的充实的时候，走回家庭，或者走出家庭，或者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兼顾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因应时代的变与不变。那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就是女德这样的一个女子女性的特质。变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因应这个时代，它赋予不同的这个使命，不同的角色，我们去完成它。就好像阳刚阴柔之间它的一个和谐平等，在男女平权里边，不是说大家要齐平，而是说我发挥我的特质，在我应该的场域，我尽上我的这个能力，这才是所谓的平权。所以要回到敦伦敬分，也就是要敦厚这个伦常，我们站在那个位置就要去把它做好，那行有余力的时候还能够贡献社会。那东晋深造法师啊，他有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呢叫做悬兰掩玉而长静，江河静注而不流。这个悬兰指的就是风，风它是瞬息变化的。然后这个江河静注呢，它讲的是水，也就是风和水它都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呢，深造法师在这个无常变化的风和水里边发现了常道，也就是这个不变的那一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再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常道，回到不变的女德的特质的那一分，以这样的一个特质来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It was my choice. And now I will question myself for the next few weeks, maybe months. We had an option of two pathways to walk, and they led to two doorways. It was a bit confronting, actually, to be honest.To see these big signs and feeling like you had to choose and be self-conscious of how you perceive yourself and perhaps if it lines up with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perceives you. I went through the average door. Really? Yeah. Oh my gosh. Yeah. I didn't even hesitate. 漂亮对我的概念来说就是像明星那种遥不可及的那种。我走的是一般。Mas eu acho que é mais porque eu me arrependi da escolha, porque era diferente do que eu vivo, é diferente do que eu sou. Am I choosing because of
what's constantly bombarded at me and what I'm being told that I should accept? Or am I choosing because that's what I really believe? I walked into that door with said average and I didn't feel really good after that. Because obviously I had rated myself average and nobody else. Todos os dias eu passo pela porta comum e ontem foi um dia único e eu optei por passar pelo Bonita. I wanted to go through the average door, but my mom just pulled me over to the beautiful door. Quite a triumphant feeling. It was like telling the world, I think I'm beautiful. I just wish more young women realized it.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走那扇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很美的扇门。 I think I would walk through the beautiful door. Yeah. Acho que a porta bonita está completamente aberta para mim. Maybe I could walk in that door. You can. Next time I look into the mirror, I will see somebody really beautiful looking back at me. Beautiful is a great word. So why not se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人生有无数的选择，这个选择呢，你选择了它，它会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那一扇大门就为你而开。所以其实，在很多女性她在这个时代里边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挣扎，只不过是还没想清楚。当我们想清楚的时候，德性的实践是责无旁贷的一扇大门。 那由这扇大门走进去啊，是一个康庄大道。我们可以健全我们的家庭，可以健全我们的个人，还可以健全这个社会，健全这个国家，健全这个天下。所以我的结论是，由德行作为我们的基础，以经学，也就是读圣贤书来开我们的见地。那用我们的见地来经营。 这样的一个女德，用这个女德来成就这个时代，那让我们自身因为女德的一个成就呢，带给这个世界哦更为的美好。那这个世界会因我们更美好。这是今天的女德的一个课程。